火包，我以为到火包，新给钱，我搁给一个来五百块，上面只五百。五百，你绝对买无这种计数，新给钱的人给一个鼓励啦，来五百啦。五百啊，五百啊，赚偌济啊？真欢喜啊，五百。来五百咯，五百，一个过来，一个过来，几个？一个过来，新给钱，搁给一个五百。过来，要几个五百？来五百，这大地哦，这水的哦，一个过来哦，一个过来哦，一个过来，新给钱，我今给一条恁来五百。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五百，五百够了没有？五百，五百够没吃啊？五百，再给我一袋。五百，五百，还有要吃八锅底的尾串五百，再吃鸡腿卷再光我五百，够了没有？五百，加，还有人要来吗？大地，来你不搞，那我不敢上啊！鬼你气价三百楼，来三百，三百块吃看看，三百块，来三百，三百，过来，手表我先看鸡腿，全部鸡腿拢啊，你先收掉。啊，这里面食鸡腿哦，我再讲一届哦，啊，五分钟啊定输赢啊，五分钟我定输赢，你早来你就知影，早来要甲骨落落去啊。恁今日买伤济啊咯，恁买到我是真正，吼，无互恁欢喜我挡袂牢啊。这支叫迄个鸡腿，这支拢全熟，你当然拢免煮啊，连煮都免煮，用我烧料当食啊。我发五百，发四百，免啦，来紧价钱啊，用我烧料啊，三百啦。哎，三百啊，三百，我来三百块，直接点成就好了，三百。是啊，是啊，好食啊，冷的啊，三百了，冷的啊，这是可以的，上面吃汤包，结婚了没吃汤包吗？啊，一问啊，汤包你要吃卖五百四百，哎，无啊，纯粹哎，无啊，汤包你还要吃，人家这一包二十了，卖三百两百了，你还要啊？我要休困了，这包我二两百块没有了，两百块汤包，哎，两百啊，啊，不要不要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最好就是两百，上面也无啊，接着先啊，接着先啊，多少？好，几个就先啊，两百。来，上面吃这个好不好？来，上面吃鸡腿有三百来。来，一个啊，三百块。鸡腿这些啊，这边煮啊，鸡腿二三百，两鸡腿二三百，三鸡腿二三百，四鸡腿、五鸡腿、六鸡腿、七鸡腿二三百。来，一个啊。得嘞，你今日买三百，我加一支，这大鸡哦，加两鸡哦，加三鸡哦，十鸡哦，三百。来，一个啊。一支三百，两支三百，三鸡腿，来，四鸡腿、五鸡、六鸡腿。七几二零，八几二零，九几二零，十几二零，三百。买这个贵的？啊，无啊。怪一分啊。买头前买吗？嗯。看你再来那个乌龟子包，给几包落下卡，因为这样在上班的哈。是这个贵的？三几、四几、五几、六几二零、七几二零、八几二零、九几，十几这全数这边住啊。是总改你个贵的？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几个就好了。好，我你贵的话，我开始。不用了，第二个可惜啊，你。来，来，头前，三百多块钱。头头头，好钱啊！你是去自己骑着哦，哎，骑着哦，来咯，奇怪，三百了，带住给我，三百够咩来无？哎，这够够，怎样加呢？青龙三四五六七八十边，够啦，咩咩百五的无？哎，百五啊！哦，十万来，第二边，十万来，十万票，来一千张，好了，赶紧去摸出来，上我走。上面喜欢啊，你搭偌济啊？我叫你客来，一支二哩，两支二哩，三支二哩，车顶拢无吗？三支、四支二哩，五支二哩，六支二哩，七支二哩，八支二哩，九支二哩，总一个沙发上面也是的。来三百啊！来，老板刚对住。三。OK， 我出去啦。哦，搁一个沙发无啦，最后一个卖搁老少啦。啊，几个有没被霸过的？我卖个老家霸过，试试看看，不要再左边被霸过。来霸过再啦！来，最后一个霸过上面也没有了。两个霸过啦！我咧无啊无，卖个希望，卖个希望。我做一个呀哈！霸过。来加霸过。淡化姐，淡化姐哈，不要这么急，淡化姐。来。好，来你听我讲话有无？来。注意听哦，好来，时间到，你懂我听我讲话。请问我再头前加一个蓝色的图案。顶礼拜我买，嘿，顶礼拜去哦，要卖少尔。啊，好啦，你听我讲话，好，谢谢大哥啊，注意听我讲话啊。啊，好啊，家己拢莫听大家听我讲话，伊要啥？讲话者。好啦，我随便陪你等我者。好，你全部听我讲话者，注意听，牌也给我摆了。我最后再问一届，套丢够人要吃套丢，人要吃五百号外头有人要来无？无来啊，好，来我随一票了，我最后一票啊。你要套丢啊？来五百，我退。来五百。啊，这要卖一千五，加我哩，这足轻的哦。你个够收五百，我加过哩。这只做哩，这只够哩，这只够哩。你个收五百哩吧，这只够哩。你若加加1500，这只够哩。你若加加1500，这只够哩。这只够上哩，1500收上，够收1000，够收五百到。
来阿叔五百。阿姐，谢谢，你真正阿三哩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四只够哩，一千多，无四个阿姐，个人要食迄个传统的套餐无一千。一千多。还有人要买传统套餐一千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够人要买五百。来五百啊。有人要五百的无？哦，是的。还有人要比的，你不要去帮我说。今仔日我不要完胜，今仔我绝对不要完胜的，他要我比的。十个，大靠你啊！啊，恁爸真正倒，恁爸真正倒，想要食龙虾手夹去，想要食龙虾手夹去。恁娘恁爸早早在人堂坐船，就来看龙虾啊！我听龙虾来是规箱满满满吼，来我来讲，法国生冻龙虾，足甜的，足甜的，真心的吼，你食看卖，免了你开五千，开四千，三千块才买起。来三千啊！为了要食这个法国生冻龙虾，无三千块。三千啊！我这龙虾够你，这龙虾够你，听到三千走六个人过去，对了，听到三千块走六个人过去，嘿嘿，我这只够你，来，今仔日你若加价三千个就对我啦，我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啦。今仔日你若加价三千个，这一只五百，你来再买，你来再买就车辆啊，你其他这钱啊，这车。车，你也用的，你唔好买熟的。我讲用的，你也买熟的，当然煮的绝对拢袂甜。你相信我，好吧？你今日甲我买三千个人客，我直接卖你五百块，你免考虑哦。我直接搁送你，直接搁来。两个人客，三千上面就三千。来三千啊！有人要食生冻龙虾无？三千。啊，无你啦，像这两只鸡团送你，两个就好啦，三千来。来三千哦！有人要食生冻龙虾无？法国生冻龙虾三千，拢有啊哈。一个人客。一个人客客钱好，我直接讲的。一个人客好啊，这你听我讲，一个人你也买着退钱哦。我直接过来，最后一天我你爽，全部十只，一个客钱五千就买无啦，三千啦。来三千啊！有人要食车辆无？那个是那个法国生冻龙虾三千，三千，一半千五咯，吃不了，一千五吃不完买一千五，千五有人要来无？千五。哎，千五。有人要吃来无？好来收起，来无收起，继续不要用了。好，我来画一个说说啊，来注意听，台下客个，对啦，这无要甲继续行，啊，伊要走啊，好啦，我用好啦，伊要走啊，来，刚才你甲我排十个个，你去处理好啊，十个台下排起，好好，来，十个台下甲我比起，一二三四，来。哇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来，你若讲你若要量的时候，我手机，我来吹。我来看啊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二四六八十个尔，应该是最后一票啊。你若多是袂买千五，七票无爱甲你画千五，七票甲你画一千五，一千块。来签了，一千块上面写一千，上面不要一千。来一个啊，一千块了，莫甲你画千五。签了，你花一千了。哎，不管偏咯，还签了。请问一包，这包上贵的好多，这包是哪底上贵的？请问多，来，这包是鱿鱼礼包团上好吃，来这包甲加好行，一包六百几块嘞，你要买多块加。来，一个。花一千块了，我不是甲你花两千了。还签了。刚才甲你花一千了，一千块哦，不是甲你花两千了。来，甲边啊，一千块挂开，摕十包来，我大家欢喜一下。来签了。耶，那么钱啊！边啊先挂开，客气了，你送啊。你若加客气，我们就今天就给你高兴了。今天你若加客气，我就吹落去啊，不笑大家啊。来，给十包来。七包是海龟鸡吧？这差一包三百块，七包过你。来收一个一千啊！你收几个？画啥钱？我一个啊！一千啊！一千块，你收。一千啊！你来咱个拼拼后刷了，卖个再多，一千块，只有加了，搁两包，剩嘞不做个边啊扛边。我来讲，一千块上面钱。一千哦！你今日搞买一千个人边，一包叫狮子头，狮子头，狮子头白菜咯，一包四百几块，用我手里做一顿年菜啊，加两碟盐水料，搁好食，这只四百外块，这只够哩。什么？你要走来啊？你等我一下，等阿姊啊，伊个联访完蛋，我先叫伊甲你摸。吼、哦，你爱甲我提醒一下，我袂伊啊，我等下要去摸一下台中。你等下，你联访完蛋，你随甲我讲。哎，无紧，你车伫外行拢爱摸。吼、哦，我你等下等下联访完蛋随甲处理。最后搁两个人客了，一千五啊。来一千啊，我一个啊，两个啊。你若客气，你算内行的啊。我也无爱去讲我济啊，今仔要六百落去啊。两个，来两个啊。阿姊，你坐一个。
你坐坐。何必啊？谢谢谢谢，感谢来。这包叫迪卡，这迪卡用我只有一只四百几块，这包迪卡是不冲的。三个啊！这包我你吃不啊？没有，1000块，1000块，一千块没有。三个。结束，最后搁一个1500啊！还签啊！还签啊！最后搁一个，你也给1000的人个一包。花雕鸡啦，这全部鸡腿吧，搁个人工去有你补目睭。啊，这只只是500块左右个。你若加价1000个人客啦，我嘛不爱啰嗦啊啦，来啊，这顶啊，花雕鸡汤啊，等于食起来，高级鸡腿吧，这顶500，加落去啦。三个啊，最后两个3000啊，1000啊，最后两个1000块啦，1000啊。三个啊，三个。1000，1000，1000，今日无，1000块咯，啊无安尼啦，今日你若阿三二啦，我今日嘛表示我的心意啦，一包啦。这包括糖醋排骨啦，这几块你知道？13至15块，你莫看这包细包，13至15块，台湾的排骨咯。一包3人份，至4人份，一包鱼啊五，一包五哩，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、7包，减几包？减3包，给狮子头来，3包给了。山鸭头给3包来，减3包我用这报过介绍讲，我报了。我来讲，最后搁招3个楼啊，1000人，1000块来的，1000块你又搁报过我？3个啊，1000块来没接无？1000。三个。好啦，我即个安讲啊，我嘛无爱讲废话啊。你今日若买一次，你帮我你甲处理者。过来，鸡腿过来夹，卖啊！你夹海龟子骨一包去呐，海龟子骨一包去呐。凊彩啊。1000哦。三个哦。三个。我来讲，最后搁一个鸡翅。